老哥，你小心点，快撤，快撤！我撤了，等你们复活。老哥，别走，我可以的。哇，小姐姐又开始了。为啥讲那么多啊？同样，打野来了。 Nice， 远程兵都不补，一看就知道打野不在。下次没有视野的地方不要躲，万一中了对方的套路呢？确认过眼神，对面打野是个不太聪明的人。姐姐很凶，害怕。别怕。 现在下跪还来得及，还有时间打字，要不要再去刷个微博？OK， 下路麒麟时间到了，要刷新了。别管他，老 K 去上路，跟老猫一起蹲一下对面上单。好。小胖，咱们回基地，让坤以为对面下路野区没人。对面辅助和下路都回家了。收到。 坤来了，你去他们附近草丛里面蹲着，等老猫成型，再来瓮中捉鳖。对面中他不见了，小心一点。中路下路来我这儿。好。他们上钩了，老猫老 K， 把上单杀了。老哥跟上，来了。Nice， 老猫成型，来了。 实行了，不好，有炸，快撤！上！无懈正义 ，nice。 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小姐姐大天狗可以啊，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这都敢下水坑。不过我也不赖，没有这么大的。小姐姐，别说，你这弑神池还真神，厉害。冲动。我是觉得可以打，他们为了杀你们，技能都交的差不多了，正是松懈的时候，这时候不上，技能留着过年啊。太冒险。您教的好。还顶嘴。 自信是好事儿，畏首畏脚才叫人觉得头疼。我看同样这样挺好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一言不合就是干。你们就惯着他吧。我给大家点了奶茶，犒劳大家。有奶茶？嗯。行行，我要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好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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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世界很酷。